同学，请看微光的夜了。十法里面，十个法门里面，第九门看起，九门，正德正长信解离大愿。这一句，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呢，跟我们讲：尽众生界，何复无撇？要令信解为大愿也。这个何复？无疲，前面跟诸位说过了。底下这一句很重要，要令信解，这个才是真正的菩萨大愿，这个增长信解的大愿，着重在这一句。那么由此可知，对众生呢，如是说，对自己也不例外。我们自己本人，对于佛法有没有信解？如果自己不能信解，怎么能够帮助别人信解？这个是佛常说的一句话了。自己未度，而能度人，无有是处。我们用同样的这个话来说，自己不信，要叫别人信啊，那当然也是无有是处。自己不解，于令人解也无有是处。那么由此可知，佛法的修学弘扬，要从自己本身开始。我们为什么不信呢？原因是不解，解得不够深，不够广，不够透彻。所以我们的信心犹疑不定说实实在在，入佛境界，信都有问题。怎么能如？如是第四个阶段，信解行正，如是正。那么首先，我们能不能信佛的境界？这个事情很难呐。难在哪里呢？我们没见到。凡夫之人，总得要自己亲自见到，才算是会相信。才算是自己没有亲见，听别人说的难呐，太难太难了。所以什么人能够相信？具足善根福德的人能信。
他们没问题。听佛说的时候，他肯信。我们不能瞧不起那些学佛的老阿公、老阿婆。他们确实不解。佛是什么？他不知道。他就能信。他的信心比我们坚定。只要是佛说的，他都不怀疑。他都能奉行。无论在什么情况之下，他不敢违背。这种信叫两信呐。仰慕佛陀，佛陀伟大了。佛陀知道的道理太深太深了，我们不晓得。佛陀讲的话，我们要相信。这是善根深厚啊。如果不是徐氏深厚的善根，怎么可能呢？一般人善根浅薄的人办不到。你足以要有使他相信的道理，他听了，这个有道理，这个可以相信，可以接受。注重在解。所以要上课，要讲解。不但要讲解呢，还要做出样子来给他看。这是中下根性的人呐，长时间的熏习，慢慢的，这个道理渐渐明白了，他相信了。尤其看到事实上的证据。你比如说最前沿的，也是一般人最重视的财布施的财富，真做给他看了。习惯布施啊，财用不缺乏了。一点都不假了。习惯法布施，增长聪明智慧。习惯无畏布施，得健康长寿啊，那个果报在哪里？他看到了，他看到这个学佛的人，这个人是做生意买卖的人，赚到钱他都不是，他总赚钱，即使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，他还赚钱，证明佛在经上讲的没有错啊。绝对不是说布施完了之后就没有了，没这个道理啊！越施越多啊！理要讲得透彻，我们自己本身就是这个做法，做得果然有效果啊！
那他看了那就不一样了，啊，真有效果，他就动心了。哎，佛讲的话真的，从这里慢慢的帮助他建立信心，结得越深，信心越坚固，结得越透彻，信心越清净。啊，坚定清净的信心，又能帮助你更深入的理解。这是大愿的。我们首先帮助自己，真正信解，怎么不如实觉悟呢？真的信解表现在行为上，自自然然的是慈悲喜舍，跟诸佛如来没有两样啊！啊，如果慈悲喜舍你做不到啊，你没有智慧，你信解也很浅。深度不够啊！从这些地方，自己要常常反省：我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？我要如何提升自己的境界，成就自己就是成就别人啊，别人相信了啊，不能成就自己那就谈不上成就别人了。微光菩萨了，确实啊，我们在这里看的是无量界的善根福德因缘，遇到佛光这一照啊，他的善根福德就现行了啊，得这样殊胜的功德利益，不可思议。现在我们看最后一句，证得普如一切智光明辩才门，啊，这一句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告诉我们，所有辩才啊，介入佛智，自他居照，是曰光明。啊，这一句在最后，是厚德智的大用啊！啊，证得无碍的辩才。辩才从哪里来的呢？从智慧。我们一般讲高度的智慧。对佛来讲呢，化身菩萨来讲呢，圆满的智慧。所以大师在此地讲啊，所有辩才啊，
皆如佛之啊。这一句话我们懂吗？宗门大德讲啊，会吗？前面我们读过世尊在对大梵天王开示里面曾经说，知法即是佛，那个知就是宗门里面讲的大彻大悟啊。知理即是法，知无即是身。什么是三宝呢？法、理、悟。自心三宝啊，知就是觉啊。大彻大悟啊，大觉光明啊，自他具照啊，要佛知啊，其作用就是无碍的辩才。事出世间一切法，没有一法会难到他了，难不到的呀，这样的辩才才叫无障碍，没有障碍的。如果不入佛智，这个入佛智，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知法、知理、知悟，通常我们用很浅显、大家容易懂得的话来说。觉知宇宙人生真相啊！宇宙人生真相啊，体空寂啊，相虽然有，相无常。般若经上讲，如露亦如电，你了解真相之后，妄想分别执着自然就放下了，放下妄想分别执着，这是真正觉悟了，真正其如诸佛如来的智慧了。照自己这个身是智慧身啊，法性身。照别人能为一切众生种善根，众生善根将要成熟的人
你的智光照他了，他能开悟啊，像微光太子一样啊。这幕后，清凉大师为我们做了一个总结：慈上设法。初三就是前面三句，第一句、第二句、第三句是属于功德法。啊，次四就是四五六七，啊，这三句熏修法。后面三句八九十这三句。其化是教化众生的方法，啊，十句里面都讲大，啊，大境界无边呐，都说称心，啊，境界无边，称心广大，啊，我们在这里着重大字，称心。知其贯达，并受证明，所以这十句是他证得的，就是微光太子他的智慧能够契入，对于理事性相因果，他能够贯穿，他能够明达。所以叫真呐，啊，光这一照啊，它就真的。请看第四段，啊，记赞如来，啊，请看经文。二是大威光太子，获得如是法光明矣。成佛威力了，普观大众啊，而说颂言。啊，底下有十首颂。啊，微光太子，他悟了。啊，这个因缘一接触，真的是大彻大悟了。啊，这个获得如是法光明矣，这如是法光明前面十句所讲的，这个是成佛威力了，得佛力加持。的佛力加持，他没有这么大的能力啊！的佛力加持，他就有能力劝化大众啊！成佛威力，我们通常讲。上求普观大众啊，这下化了。在这些句子里面，我们能体会得到太子谦恭有礼呀，这一点很重要。中国古人常说：“学问深时，意气平。”啊，如果他的意气不平，心浮气躁，
那是一个普通的凡夫。啊，我们也可以讲呢，毫无修养的凡夫。纵然他读书，他学佛了，他没有得到修学真正的利益，也就是说，他修学没有功夫。我们常讲，功夫不得力了，表现在生活上，表现在处事待人接物，还是心浮气躁。这一点很重要啊。我们可以用这个标准来看人。这个人学佛功夫得不得力，从这里看也能够检点自己。我自己修行功夫到底怎么样，可以从这些地方检点出来啊。人贵自知之明啊，自己不知己，怎么能知道别人？知己知人，这是圣人的。下面有十首颂，第一首：世尊坐道场，清净大光明，譬如千日出，普照虚空界。这一首是赞佛。为大家介绍现在这个世界有佛出世了，佛是世间的大士圣人啊，稀有难逢啊！这个机会太难得了。大威光太子知道，明了了。还没有去见佛，看到佛光照出，他就开悟了，就明白了。凡是真正觉悟的人，决定没有贪见，他不令法了。看到有对众生有真正的好处，马上要介绍给大众。越快越好，那是慈悲的表现，真正有慈悲心。这个四句偈是介绍，佛现在坐道场了，佛所在之处就是道场，不说一句话也是道场，
为什么呢？他示现的那个形象就是教化众生。学为人师，行为示范呐，他的身体，他的作为，是世间人最好的榜样。所以他所在之处，就是做道场。清净大光明，赞叹佛的心真诚，没有虚伪呀。清净没有染污啊，平等没有高下了，正觉没有迷惑，慈悲没有自私，是清净大光明啊！普照虚空法界，利益一切众生。所以譬如下面这个是两句是比喻，譬如这个千日出啊，一个太阳非常明亮的，一千个太阳，这都是比喻。普照虚空界，你看看佛的心量多大，起心动念，变法界虚空界，我们要学啊。再看第二首，无量一千劫，导师实难现，佛经出世间，一切所展奉。这首偈就是讲的人生难得了，佛法难逢啊，遇到了啊要珍惜，不能空过了啊。佛确确实实无量一千劫，可能你遇到一次，导师就是佛，他能够引导九法界众生，破迷开悟，超凡入圣，所以称他为导师啊。事出世间九法界里头没有这样聪明智慧的能人，能帮助一切众生转迷为悟啊，转凡成圣，除佛之外没有人呐，所以我们称佛为导师啊。实难现，是众生有感啊。众生什么感呢？过去生中所修学的善根福德因缘成熟了，不容易。
弥陀经上讲的，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。这三个条件要去做啊。善根，就像大威光太子一样，一接触就明白了，就觉悟了，明白了是解呀。从解里面呢，这升起真正的信心呢，信仰了，自自然然呢，他就为大家介绍。这个因缘稀有难逢，佛经出世间，一切所展奉，这个一切是九法界众生，我们通常讲的，在华严经里是那个一切不止。那一切怎么讲呢？你要看前面一首偈，普照虚空界。所以这个一切包含的是遍虚空法界，所有一切刹土里面的众生，只要是觉悟的人、明白的人，迷惑的人不知道。真正觉悟明了的人，没有不沾染啊。这个沾染里面就是有信心。你要不信他，怎么可能升起沾染？娘是娘母啊，奉是奉行呢，依教奉行，非常欢喜接受佛的教诲，这一句话是这么个讲法了。这两首偈，清凉大师注解里头注得好，是佛出现，灭暗难遇，不可实施。这两首偈大意如此，是只是佛出现在这个世间，世间人迷惑颠倒，不认识圣因世界，这个时候的居民善根福德都非常深厚，所以这个里面的人民智广佛大，但是佛智还是有差别。那不能跟大威光太子比，大威光太子确实佛智是这些人中第一了。
我们在这个底下记诵里面能看得出来啊。大微光这么一提醒，哦，大家通通都觉悟了，很快就觉悟了。像我们这个世界，释迦牟尼佛当年在这个世间示现成佛，没人知道啊。他在野外坐在菩提树下，事先大彻大悟了，这个时候佛的光明遍照啊，世间人迷惑麻木了，佛光照出不痛不痒，没有知觉。在这个状况之下，佛觉得没有人来祈请，那只有入般涅盘呐，马上就走了。四禅天里面，净居天人看到佛光啊，看到释迦牟尼佛在这个地球上啊，菩提树下坐道场示现成佛，一看没人来祈请。净居天人下来呀，到这个时间来呀，变化为这个世间的居民请佛注视，请佛转法轮，净居天人带我们请的呀。如果他要不带我们齐秦，释迦牟尼佛就灭度了。我们在释迦谱里面读到的，师尊答应了，这才注释。注释在二七日中，在定中啊，那是没有人知道的。为化身菩萨演说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啊，所以《华严经》是在定中讲的。凡夫没有资格听啊，凡夫看释迦牟尼佛铺了一堆草在上面打坐，哪里知道啊，佛在定中啊讲这么大的一部经呢？这一部经讲完了，佛出定起来了。这个世间没人懂啊，华严是世尊说他自己亲证的境界成佛亲证的境界出定之后，观察这个世间众生的根性，这样的大法不能接受。
那怎么办呢？办小学。为地球上这些众生，这个众生当然还是有缘众生，有缘是对释迦牟尼佛敬仰的，乐意跟他学，说实实在在话，你跟释迦牟尼佛见过一次面。谈过一次话，都是过去生中与佛有缘，这个缘浅，缘要是深呢，那你就一定做佛的常随弟子了，常随弟子跟佛缘深呐，世尊讲经说法49年。他就跟49年了，49年没有离开佛啊，佛无论在哪个地方讲经说法，他都参加，长时间的熏习，所以哪有不正果的道理呢？真的果，这个经典里面说的这些话了，我们要会看为什么呢？都是意在言外呀。他们所证的阿罗汉果但是我们在大乘经上看到的。是什么阿罗汉呢？皆是大阿罗汉。那个大字里头意思可多了，绝不简单了。这个阿罗汉很大，大到什么程度？你这样想法就错了。这个大什么？大乘啊，大乘阿罗汉跟小乘阿罗汉差别太大太大了小乘是四果罗汉的，大乘阿罗汉是法云地的菩萨阿罗汉是梵语，阿翻作无，罗汉翻作学。阿罗汉的意思，无学，无学就是毕业了。小乘人毕业了，称阿罗汉；大乘人毕业了，加个大阿罗汉。所以，大阿罗汉是十地菩萨的法云地菩萨，他上面是等觉了。这个果位还得了吗？41品无名，他已经破了40品，差一品。我们在常常读经呢，那个大字疏忽掉了，不知道这些人的身份呢。这些常随弟子常年跟着释迦牟尼佛听经闻法熏修，这么高的果位不要说这出家人，在家人，在家人多我们在无量寿经上看到贤护等16正寺，在家居士
他们是什么身份呢？比大阿罗汉还高一级，他们是等觉菩萨。十六个人都是在家等觉菩萨，不得了啊！我们真的是疏忽了，真的是小看他们了。啊，世尊当年在世的时候如是，现在怎么样呢？跟诸位说，现在也如是啊。在家修行里面，确确实实有大菩萨在里头，有诸佛如来示现在其中。我们肉眼无珠啊，不认识啊。民国初年，佛门在家的大德不少啊。大家都知道的，都闻名的，姜维农居士。住新津的周直安居士，蒋维桥居士，这些人都是了不起的大德啊。欧阳靖无居士，早年我在台湾追随的李炳南老居士，真正是在家菩萨了。他们做如此的示现，真正的身份我们不知道啊。这个汇集无量寿经的普通人做不出来啊。我们想想看，宋朝时候王龙书第一个汇集的做汇集本的，几百年之后魏默生居士又做一次汇集，那么这个当中还有彭绍升为无量寿经做了一个戒本，为什么到民国年间还需要再做一次汇集？当然有他的道理在呀。这些大德是普通人吗？不是普通人呐。我们都应当要知道，佛菩萨再来以居士身
硬化在这个世界。仔细去观察他们的思想言行都是大菩萨境界。现在时间到了。